没有你们，我就完成不了这件事情。太急大急啊！伊能静最担心的是伊能静导演。我想要当一个情感刻画很细腻的导演。烦躁。如果你是真的，你的角色不会是假的。我是女王，不是一个什么大文艺片。我希望风格倾向可能反而是 Woody Allen， 他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把一个真实的现状呈现出来。花很多钱把整个街弄湿，然后把整个街封掉，只为拍两个人喝咖啡。好，要再晚一点。这次没有监制，你在创作过程里一定有情绪不可控的时候。走啊，别走了，我不可能让你站这里吗？好，来，我们再试一遍啊。不亮了，没看到吗？好，是这么玩的吗？非常。我觉得这次的导演组、摄影组、灯光组、录音组，甚至可能演员都是无条件支持我的。最多的挣扎是来自于女性自我的天职跟现代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那个平衡。整个拍摄过程在无数的痛苦、失眠、吃不下、发高烧的时候，依然支撑着我，除了家里的宝贝，然后身边那个男人之外，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团队，他们无条件的在支持我，帮助我完成这个梦想。